好，我是小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这地方熟悉吗？对了，又是乌节路，除了是购物的好地方，更是汇集了不少美食。今天运气好，人不多，我赶快先去占一个位置，排好队。叮叮叮，恒香老饼家创立于1920年，刚好是满100年的以老婆饼、蛋卷和月饼闻名的香港老字号。在今年不能出国旅游的特殊情况下，还能吃到地道的港味，老婆饼的粉丝们表示非常开心。货架上摆放着各式的蛋卷、蝴蝶酥和其他饼类，上面这幅应该是最早期店铺在香港的样貌。这边都是新鲜出炉的酥皮类糕点，香味充斥着整个店铺，令人陶醉。买杯咖啡，现场就先验证一下是不是香港的味道。一口咬下去，太酥了，就直接融化在口里了。因为是才出炉，所以也没有感觉到吃到酥皮的过程。其实只要是烧的，什么都好吃的。这我等回家冷了。软糯糯的内馅，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。这是红豆，这是酥。这一颗是豆沙酥，外皮是和老婆饼一样的。红豆沙是我喜欢的味道，没有很甜，所以吃完一颗下去也不会感觉到很腻。晚餐时间，这是一家有着正宗川味的美食档口，喜欢川味的朋友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哦。加杯水呀？没有哎、欸，等下再来一下。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啊！不行了，我要先吃。这是西安印象，在加拿大也是。很脆哦，哇，好烫，好烫。这碗面是最好吃的，这个汤味太重了。
再浓稠一点就好了，但是还是吃完了。这个也吃完了，好饱。吃到可口的美食，是不是心情都愉快很多呢？街上的灯饰璀璨华丽，圣诞的脚步越来越近了，祝大家节日快乐。生活除了美食，还有五彩缤纷的乐趣和小美好。我是小丽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点赞和订阅哦，打开小铃铛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